他的佛法，就是心爱坚啦，志爱大啦。咱来当头坚切的心，咱立志会当宏愿大。那阿弥呢？这是真学佛家。不过心要安怎会真啊？凡夫啊，往往呢都会受无明给咱影响。凡夫在顺境的时贪恋的爱，这就是在顺境中啊的凡夫。一旦若有什么款的代志发生，开始无明发作，就是相继不理人啦、这代志，现在的社会啊，比比皆是，所以这叫做凡夫的境界。顺境的事都没啦，逆境的事呢，那就是做得真多唔对的代志，那这叫做无明。走出了一条呢，真直的大路。所以佛陀安尼甲咱讲吼，诸众生啊，为无明所惑，就是无明啦、安尼一点一点再一点呢，不断甲咱砍掉。所以佛咱这个心啊，安尼拍袂开啊。条路呢破未得啦，所以呢，拢总是按呢自然呢苦法来进。在这个苦法，苦的法，什么叫做苦法啦、苦法就拄只讲过去，当咱真正呢顺的时，咱就是按呢一直贪恋落去啦。欲念无止境啊！那欲爱呢，真伤人的心啊！恁伫咧志工啊，逐工伫病院，安尼伫咧看，安尼伫咧听，有诶，还阁年轻轻的，受了真重的伤。是安怎会去受遐重的伤啊？有的呢，是工作意外；，确实有的呢，是对立相杀；，有的呢，是啊，无名气自伤自己啊。咱搁再看因陪伴伫旁边的家属，有的人。对这个患者呢，已经心灰意冷啦，无啥爱要插伊。有的呢是迄种爱锁的钉拔着，看袂开啊。或者是呢，比迄个受伤者更受伤啊。这拢是爱甲怨啦，互相来钉拔，这种的社会。走入病院啦，各种无同的人生的背景啊，实在是足多啊。所以常常在咧甲志工讲哦，
等于是一个道场啦。你会当通好艰苦地铁，看到遮多遮多苦难人啊，咱呢用心去甲伊体会，咱会当通好深入因的生命中啊，迄种无明高点啊，咱呢跳脱出来一时。咱家想想，哎呦，那遐戆！迄个时阵是安怎要安尼去对立相杀？啊，这囡仔，那会要去吸毒啦？啊，这少年人酒那会要食遐济啦？啊，是安怎车那会要飙遐紧啦？哇，真多的代志，看到真多形形色色啊！加速心灵的鼻痛，或者是那种的哀怨，或者是呢，病人在生命中啊，在那挣扎，那种身体受挫的痛苦，人看呀，你这样做了后，旁观者清啊，就是因为咱投入因的这个生命中，咱会真紧个跳脱出来。咱来了解啊、哦，人生原来是安尼，所以这种的入苦啊，去解脱，去了解呢真理啦，脱都是道理哈、哦，从这个苦中去了解道理，所以啊，佛陀讲以苦集法。不能解了，这拢总是凡夫的无明。啊，都在苦中啊，伊唔知影安尼是苦啊，还是搁在呢？不断伫咧作业，你看对立甲对立者，绝不罢休啊！绝对呢，你嘛唔让我，我嘛唔让你，所以啊，在公堂对簿。这种呢，那你过来过去啊，用足多钱的呢，开空了真多的家财，但是呢，还是同款互相唔肯认，这这么真多的苦的多啦，互人看到，但是凡夫啊，在家己的身躯里，家己的境界里，拢是看不到啦。看不到这种的人我是非啊，因为伊在迄个是非中，伊在伊的是非中，伊无法度通跳脱，所以因为安尼就功行不善，不善的代志呢，愈来愈多，口业愈做愈多，那心性啊愈做愈唔对，所以呢叫做功行不善。方向敢那差一个狐狸呀、啊，这个狐狸的方向差错了，阿都一直去，一直去都差千里啦。你看咱迄个圆轨啊，咱那只安尼分分啊偏一点啊，开始歪去呢，那就真离谱啦，都差足多啊。所以咱的心啊。一定要修得好，这个真啊无修好啦，那这个妄念一起啊，无明造作啊，就功行不善啊，苦不堪言呐。所以呢，咱爱知影三世六道，安尼在轮转呐、啊。永远拢无出离的机会啦！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六道的内面，安尼轮回，
偌呢真侪人啊，都安尼讲修行哦，哇，做人艰苦，所以我要来去修行。啊，修行要从啥？看会当卖来做人无啦？卖来做人真简单啦、啊，做一寡歹的代志吼，那地个五鬼啊、畜生啊，啊都去啊，都未来做人啊。啊，那无来做人，无爱去三道呢，啊，要去多位呢？啊，布施啦，做一寡福啊，安尼呢上天堂。啊，上天堂有真永远无？无啦，福来享尽，还是爱落来哦。因为呢，伊敢那做福念念，也无见体，也无看到真的道理啦。所以做福，伊所要求的呢，就是求得福，布施就是求福，布施当然是得福啊。不过呢，就是敢那福呢，也过欠费。咱那这个智慧无开发起来啦，又掉一截啦，赶快福尽啦。迄、那个无明啊，咱还过伫咧甲人交结啦。冤冤相报啊，还是呢，赶快，迄、那个业啊会吹来，所以呢，咱应该爱怎样智慧啊，比福啊，搁较重要。但是有智慧无福呢，啊，人生嘛是苦啊。咱伫咧行善呐，嘛是难呐、啊，所以人讲。贫穷布施难，不过呢，咱爱福慧相济，咱会当去付出，同时咱爱运用智慧。所以啊，咱爱安怎样保持着咱的智慧，甲咱日常生活，咱待人接物拢会当通平衡。所以。要安怎样低调了内心啊？会无明，咱都爱知影，就是业啦。咱这个业的业业，什么叫做业啊？无明白道理，这叫做业。啊，这个业呢，就是啊，业宿啦，就是过去咱有一念的无明起，所以使得咱呢现在的心啊，真迷惑。真正的迷惑，你在讲啥？我听无。你想哪要安尼做？我未了解，这叫做迷惑。所以这么正做，无法度好了解，就是起住的无明这点心。所以啊，无明真可怕哦。不过，咱一定呢。安怎样把人的这个无明啊，给弃掉？同款爱在人事物中啦。你放桥。这位梁居士啊，甲伊个同修，伫几那年前啊，发生了一项非心痛，应该来讲是心痛脆去，迄种个痛彻骨髓个代志，发生伫伊个家庭，伊个囝是一个正乖个囡仔，有一天。发生了车祸，要去上学的途中，车祸啦，非常的严重，送到病院，回天乏术啦，因啊亡生。但是迄当阵呢，因已经开始伫会员，已经呢委员带得真好，所以啊。真接触到咱主席，
也接触到师父的力量嘛。所以在那个中间，他也知道啊，心痛，为心痛啊。那师父去在台北的时候，阿嬷就带人了，讲到他那种的心情啊，不过看他们已经平静下来了。什么方法让他平静啊？太太就说，师父，那当阵呢，我听到静思语啊，就是说缘啊，真爱甲祝福，唔通呢，一个风吹破去吼，锁啊，搁甲扭掉咧，都无法度好调声，伊走袂去啦。所以虽然心痛，我若想到即句话，我得虔诚啊，为伊念佛。那先生呢，伊就讲啊，哦，实在是讲要放下真困难。嘛，甲太太讲啊，咱既然啊了解，咱已经走伫组织内底，既然呢，咱知影安尼的道理，伊若有来甲咱回唔到吼，安尼咱都原谅伊啦，只敢啊为着要爱伊来回一个唔到，都原谅伊。偏偏对方啊，就是唔肯来回唔到啊，实在足气。所以那当阵呢，那个无名啊，安尼又起来了。所以伊就讲：好，你唔来，我就送你一趟的汽油。那准备好，就是要去行动咯。出台个外面的大厅，看到师傅的上哥哥安尼挂伫伊的壁顶咧。伊安尼忽然间啊，好亲像迄个心门拍开去啦，师父伫咧甲我看啦，所以赶紧啊，顶礼啊，忏悔啊，无应该有这个心气啦，所以呢，安尼宽心放落来，心门开啦，无明的觉。好啦，从安尼开始，从这种走出了迄个悲情啊，投入了甲幽静，所以这段初恋伫咧悲啊、怨啊、恨啊，愈是会使咱的无明啊，愈伫咧散心。所以呢，从迄一天开始，夫妻呢，安尼真正的发心精进。走入菩萨道中，两个人拢受尽啦，甚至呢，四大志业、八大卡业嘛，因呢步步踏实，所以伊讲走出悲情，投入甲幽静啊，伊讲从迄个静思业内底啊，摕到一句话。唔通甲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家己，所以唔通用别人的错来造成自己的错。所以心念一转呐，你看变成了呢，在菩萨道中啊，修真弘道的人，那是最善的道路，甚至呢。用真大的爱心啊，行伫这条的菩萨道咧，所以讲起来，敢若一个念，那四十二章经内底也阁有一句话，甲大家人分享。佛陀讲吼，伊讲见道者吼，咱那是见道啦，就是譬如持机入明色中啊。其名即灭啊，其名独尊，意思就是讲哦，伊讲咱啊，那是见道，对这个道咱已经了解啊啦，
咱来见到的人啊，都亲像咱有压一趴机会花呗同款。这趴花呗呢，咱入去伫迄个暗色的内底，暗色真暗啊。这个花呗入去到内底呢，迄、那个暗啊，迄、那个明吼、哦、明。就是明明就是暗吼，这个暗呢就灭掉去啊。那日明独存，就是光明啊。这间的暗色呢，暗无去啊啦，光明存伫这间暗色的内底吼。这就是见道者呢，他就是定定心都是真清楚，无迷信。未想讲哦，啊！你是咧做啥？我哪会安尼看拢无？啊！你咧讲啥？我哪会听拢无？那这事理安怎样分会清楚呢？那就是见道者吼，也那无呢？咱的心啊，定定真黑暗呐。遐尼真黑暗的心，咱会去踢掉铁板，所以啊。心爱明啦、啊、吼，所以佛陀讲，学道见体啦，无明即灭。咱学道，哪会当通见到真理啦？无明就灭啦吼。二明相存吼，这个真正的光明明朗的物件呢，都定定伫咱的周围生活中吼。所以啊，咱爱知影无明。会当通我灭掉，唔是讲吼，啊，我本来就是安尼啊，爱发脾气，这是我的本性啊，本性唔是爱发脾气，是习性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咱应该知影，无明会当灭啦吼。咱嘛爱知影讲吼，这个见真呐、啊，咱来当见到真多呢，咱的心会当定定真玲珑吼、哦。所以啊，会当。地灭了真多的无明，甚至咱前刚讲过去，正常万嘛会地灭，所以道理啦、明朗啦，咱的人生呢都无错误。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，道理都亲像伫迄个暗色的内底，该点一把灯火起来，这简单的代志嘛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